我是大悲咒，大悲咒的图。弥陀尊者，弥陀尊者，弥陀菩萨，弥陀菩萨。回去，回去。哦，人这较金，较金细细。民国七年建造的，今年106年了，有五十个，算100年了。
哦，原来你要修了，变长，变长一道。大藏经啊。像啊，大象。那保护整座大仙寺哈，用了钢骨结构，用钢骨结构哈，把它保护住。哇，民国106年。11月12号，农历9月24日，他举办重建三宝殿、新建准提殿、新建祖师殿的入神像安座大殿。今天礼拜拜五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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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庄严，很庄严。准提殿、三宝殿、祖师殿，很庄严，很庄严。松树，没搞懂，搞懂。中三不点，
将三宝殿释迦牟尼佛供养佛也是佛。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，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，东方琉璃光世界教主药师琉璃光如来，药师佛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。哦，是，哦，弄起弄起。中华民国100年6月，今天11月11日，兴国高中校庆，成功大学校庆的日子，去参访。还有和大仙寺新建三宝殿，哦，重建了三宝殿，那是很快乐的。再过2天，今天礼拜五。礼拜天神像的安座大殿，哦，天堂圣像开光大殿，神像开光大殿，哦，好香啊！快木，全部都是快木。都是快木，都是快木，好香好香。哦，好庄严，好庄严，佛堂庄严。还有和大仙寺古营三宝殿重建，哦，将在民国106年11月12日农历9月24日礼拜天举行圣像开光大殿。哦，这都是快木，都是快木建造的，他们没有钉钉子的。这是建筑界的瑰宝。哦，大钟啊，那钟也是好大。看得出来还是新书哦。哎呀，钟声呢？哦，好好听啊，钟声。
临终生烦恼轻，消业障智慧增。哦，还有一电视荧幕呢，哦，还有荧幕呢，才进步。哦，你看，哦，这搞的，然后新旧结合。很不简单，庄严很庄严。哦，这个人全世界上庄严的，全世界纪录的哦。中央释迦牟尼佛，东边药师佛，西边阿弥陀佛，三尊，三分的，三分分。然后中释迦牟尼佛吧，啊东边药师佛吧，东方琉璃，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啊，东边药师佛，中释迦牟尼佛。这手边就对了。头前那个文书。这中午哦。没，是讲那个护法。护法咯，护法是客哪？韦德尊者是迄个白面，啊那客关公的红面，客迦南尊者红关公。哦，迄个。韦德菩萨，韦德。护法就是韦德。哦，韦德菩萨。啊，加迄个。关公迦南尊者。伽蓝尊者，伽蓝尊者，观光，伽蓝尊者，伽蓝尊者，伽蓝就是庙嘞，位都是白面嘞，哦，位都白面嘞，啊，观光红面嘞，嗯，唔来讲白面，唔来咁刁，啊，一般的面就刁啦，嗯，差不多，哎，讲咱咧较好分，太低的，要得细心。啊，外国人来看呢，外国人嘛来看，啊、外国人嘛来参观呢。安尼好。明仔后日要去的。嗯。要吼，你主要是礼拜日的，礼拜日大典的，礼拜日的大典礼的。这举行的典礼仪式的，阿弥勒祖师，我坐伫香炉遐。阿弥勒祖师。弥勒祖师。哦，大，阿静，你那祖师，那个，我拢讲个做祖师，你拢叫祖师，弥勒祖师。弥勒好，嗯，当然下生弥勒尊好。弥勒尊好。哎，弥勒尊好，弥勒尊好。哦，弥勒尊好。弥勒尊好啦，搞那个菩萨啦，宝树菩萨嘞。啊。五合位的宝树菩萨嘞。宝树菩萨。宝树菩萨嘞，足大个。哦，是。哦，还有对，是啊，还有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还西方三圣。西方三圣。哎。中一尊是阿弥陀。是啊。啊，加起来观世音菩萨。太可惜了，观世音菩萨，我留给掉了。大势至菩萨，大势，还世界菩萨，西方三圣啊，有你弥勒祖师啊，弥勒佛，弥勒尊佛那边，正中大尊的释迦牟尼佛啦，啊，东边药师佛，西边阿弥陀佛，三宝殿呢，主要三尊佛，现世的、未来的，还有健康的，护法尊者、韦陀菩萨、伽蓝尊者，哦，还有。没有荧幕，很进步啊！在进步是嘛？哦，古今结合。哎呦呦呦，讲唔能够忘，忘会有休息啦。啊，歹势忘会有休息啦，唔能够手忘，忘有休息啦。忙忘下。
哦，祖师殿呐、啊，东边还有准提殿呐、啊，准提菩萨的观世音菩萨，准提殿。开光之前要盖着布，盖红布。这种字是什么字？篆书啊，篆书的字，篆字啊，这是篆字啊。祖师殿里面，他要看的是第一个字、第二个字，我是藏头诗了。藏头诗看第一个字、第二个字就知道这个是什么。你要问的意思是这样的。那他是藏在中间啦、啊，一中啦，弥陀在那边啦、啊。啊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信念在那边？无量佛，信念在那边啦、啊。所以说，阿弥陀佛就是要你信念什么？信念嘛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算藏头诗啊。对啊，他不叫藏头诗，他在藏中啊，他藏在中间。哎呦，大部分都是藏头诗，一看，对啦，对啦，这真的诸佛菩萨是什么这样子？智慧华严，记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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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是在中间的。我刚有注意看的，我刚有注意看。叫健谈啦，倒闭人啦，迄篆书的看那回啊，回字看。叫健谈倒闭人。对啊，这边有，这边有，这边有。他其实那个，所以看过十万遍就知道了。
所以先搬到彼岸。左边那个是总持大华藏，啊，总持正华藏可以看得到。左边这个我看不清楚，微命大圣。哦，不是要从左走，它是相对应、相对称的，从澳门两个字开始念的。一个是正华藏，那一个是什么？还要研究呢。一个总持，一个是什么？嗯，篆书了，可看不懂。这个是篆书，所以看不懂。离爱意了哈，舍千滩了，到彼岸了、啊。这个是，这个右边这个看不懂。篆书啊，你好，篆书，藏经的用到了汉字的篆书都列出来。现在有好几大藏经资料库，可以做分析，把所有的汉字都按照笔画顺序都列出来，然后用那个隶书的或者是篆书的字形把它显示出来。哦，用资料库来研究，啊，《法华经》啊，《大藏经》啊，大悲咒，哇，有佛学大师的资料库档案。礼拜一了，礼拜一了，开光大典。礼拜天啊，好几年了，好几年。哦，中中也没啊，不，很宝贵，很宝贵。财吗？哦，原来这是莲开悟无声啊！哦，好好呀，终于知道那个是。这种块木呢？块木啊！十二丈的大块木树哦，啊，出来栽哈，撑支撑。是哈。哦，那块木，那能做大丈啊？还能无用顶啊？哦，这拢有损失，那些建筑的大宝藏，中国建筑的大工艺，哦，鲁班公哦，小圣鲁班公贡献也很大，嘿嘿。木匠主所属院鲁班哦，这木造建筑用来建造庄严的圣殿、佛堂、道场。